嘿，大家好，Alvin 在这里，我要跟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跟大家说生日快乐啊！这是我 YouTube 频道的第14年，从2007年的5月28号一直到现在，已经14年了。Hallelujah， 赞美主！在这样一整个过程当中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的订阅，感谢你们多年来没有放弃我。我知道我非常的没有稳定性，一下有东，一下有经营，一下没有经营。但是不过呢，还是很多人，你们在幕后的支持，为我的祷告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感激。如今在我的平台上有411万的观赏率，然后16000人的订阅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影片，看来已经超过10000人，但是我还没有做任何的庆祝，请你可以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。那希望可以做一个 video 来感恩所有的订阅、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所以谢谢你们。那我也想跟大家说，最近有出了一些新的音乐，是在我的 Spotify、Apple Music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上去听听看一些敬拜的、一些自己的一些灵修里面的一些的得着。这些歌可能都已经有一阵子了，就是最近才有时间去把它完成。所以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相信这个新的一年会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。在全地在被震动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上帝掌权，上帝要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层次，所以愿神祝福大家。